谁舍的花可以绽放，越替换昼夜这城市的神光，越色极暗淡，如告别昨日也无法于明天学会花蕾，而我在野地盼望碰触夜空繁星极灿烂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lis。 Hello， 我是 Rachel。 那这首歌创作的故事呢，就是某一天chorus 的 melody 无啦啦 pop up 了。那这个 chorus 的 melody 很奇怪，它就是一个不 regular 的 meter 来的。那我一开始都很尝试想，不如我即作一个四拍的 melody， 但是呢我想也想不到，我就由得它就即係就 let it be 而家咁嘅模樣啦，跟住我作完 chorus 嗰個 melody 之後咧，就慢慢砌翻 first 嗰個 melody 啦。不如我自己作埋個詞啦，咁樣。咁然之後咁啱嗰陣時咧，我就對自己嘅人生或者呢個世界啦，咁有啲迷茫啦，咁所以我就寫咗呢個歌詞。咁我哋啱啱就完成咗一個通頂嘅拍攝嘅，主要原因係因為即係呢個拍攝入邊好多內容，其實我會想條街道都係比較乾淨少少啦。咁然後同時間即係所有嘅畫面，包括喺街道啊，或者依家喺沙灘啊，我都會好想淨係得 Rachel 一個。
即係我覺得佢呢一個影像上面可以表達嘅，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屬於佢嘅世界，屬於佢嘅 illusion。咁所以我自己選擇喺呢個時間拍，其實就辛苦咗好多我哋嘅 crewmate， 亦都辛苦咗 Rachel 啦。咁其實最困難就係喺要條街嗰度，我哋要孭住呢嚿嘢啦，要 Rachel。咁就好多唔同嘅奔跑嘅 shot 啊，或者行嘅 shot 啊，又同時間 Rachel 有好多 emotion。是要在鏡頭面前展現出來的，因為我本身不是演員，那我就要在可能動作上面要呈現 Willis 即是想表達的東西，那我就 要揣摩一下這樣。其實我是第一次拍 MV， 第一次出自己的歌，那我由一開始跟 Willis 開會的時候，我已經覺得即是他有聽過我的首歌，然後他所想出來的畫面已經是很接近我首歌想表達的東西了，所以我其實都沒什麼去懷疑過他的決定咯。我想 Rachel 都是真的很放心給我去處理，前面有很多的決定其實都是來自於這首歌的一些歌詞、啊、或者我聽完之後第一個 first impression 就是對於這首歌即是那種迷失的狀態，你怎樣去透過這首歌希望聽的人可以找到那個屬於他自己的光源，這件事其實我都有捉得很緊的，特別在這一條片即是我們會捉很多不同的光的地方，我也都自製了一個交通燈，這個這樣的紅綠燈有什麼subtext 咧，咁我就唔解釋太多。咁但係對於我嚟講，佢都係一個光源，佢都係一個發光物。其實對於條片入邊嘅主角，佢都係一種，亦都係一種方向，同時間亦都係一種負擔啦。所以在整條片的製作過程我都很多謝 Rachel 對我的信任，所以我們現在很順利，大家都可以很配合互相信任，這樣就完成了這個拍攝，所以我現在都很開心。光源這一首歌呢，我是喜歡到不得了的、並不是因為我自己有一首作品寫給林欣彤叫光源，不關這個事的、是因為、我覺得這首歌呢很有力量、啊、即是我感受到創作人 的靈魂、啊、另外就是 很 urban， 我覺得這首歌還有講個歌詞啦，歌詞我都覺得很 urban 的，即是聽完我會覺得哦，佢同嗰個音樂都好夾喎，咁係即係兩個問題啫，就係、是、一有啲字可以再斟酌下嘅，即係譬如一粒沙可以聚塔咧，聽落去好似唔係好合邏輯喎，一粒沙又點聚咧咁樣，不過呢啲真係小問題啫。一個大啲嘅問題，我覺得係因為歌詞咧，你除咗要帶出意思之外咧，其實係要帶出首歌嘅節奏感。咁所以歌詞嘅分句係好重要嘅。咁呢一首歌咧，我覺得分句係有啲某啲位置啦嚇，係拖咗首歌嘅。如果可以再執下啲字點樣組合呢，就會令到首歌更加 groovy 啦。咁同埋chorus 第一句，仍然惧怕黑夜嘛，我會覺得這個黑夜就咁樣俾佢切開咗啦。佢重複呢一句嘅時候呢，哒哒哒看穿夜晚，聽出嚟呢就會自然流暢好多啦。咁囉，咁如果呢一首歌仲會有再次製作嘅機會呢，我係好想無碎自戰想參與嘅。